请问你那个这边开五百，还四百些？三百了。三百块。大医院可以放冷冻吗？来的来耶！对啊，是冷冻的啊。我们是冷冻的。怎么进？干嘛呀？干嘛的？慢过来，过来。你过来了，来了，到了，来到了，来了，这里。阿伯家啦，我好的。难怪了，过后了。我俩要。快来了哎，就两百了哇！哎，这边出卖，跟你们讲，我不能讲太多话了。哎，哥姐先，先哎。通哥早。够人来无？你几块钱？你无啊？别胡闹啊！哎，几块一包一公斤的，有啥物食的？我被骂很惨呢。麦当劳一袋卖十块啦，你内底超过二十袋啊？是哎，一包咱准两百，两包四百。一篇文章下面，我被骂，我被骂。我骂了十几次哎！两公斤的冰啊冰啊冰啊！这两包两包，孙家我无哎，两包哦，几块钱？这两包两包哦。那是什么？几块啊？那什么？几块？几块？哎，两百块啊！一百块，一百块啊！这两包两包两包，孙子三包无哎啦，一百啦，还只钱啦，他头前两个啦，头前两个啦，喂，头前两个个包伊啦，我安尼无哎啦，无哎啦，头前上头几个钱啦。来。哎，中了对啊，门口那个环保了，路快嘞，路。来，三，来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你骑不骑？你骑骑谁？不然不吃中间的无啦，等你炒菜了后。你叫三杯中间呐，叫鱿鱼签呐，你叫鱿鱼签呐，一包一公斤呐，你个超市一包卖两百，这个餐厅一包做两个，就阮炒起来几啊个。几克啊？迄几克啊？来，几克收来？我今日一包两百了。对啊，他有进步了。哎哎，好来来，两包个啊，两包个啊，两包好啦。头前个钱两包好啦，两百块钱两包两公斤哦，两包两公斤哦。那你炒菜了，炒三杯、三三五块、三米来两包块。来，谢谢，阿伯要两包来，阿伯两包来，两包两百块的，多钱不两包来？来，谢谢。不行了，两百块能包好，这能包过来能挂家来，这能包过来能包好不几回啊？哪个现在这能包过来两百块？来家，哎，这要修我啊！会补货了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要修我啊！他真的进步了，两百几包都没晒啊！他会进步，包多钱？一个多钱？不几包？你喜欢什么？我补货了，你看。一包，一百了，包好了。哎呀，要一包，一包来。来啦。哎，就一包了。我们运费多少？运费就是黑包的运费啊。飞飞飞。哦，挂机啊，挂机啊。干脆不见，都要给你，水到了哦，要个半，要个半，还不算嘞，一百块钱，那我补啊。
最后就去三百万，准备消费给你，你的爱都没有没的呀。我真心没要给啊喂，我想哎，阿伯弄好弄好你弄好，快收喂。在哪？不用啊。收了。哎，过去来。还是弄来呗啊？丢，不回来。我花生哦，我这卖了，随便花生来。来。这样比较，对，我习惯了。很小来，贴旁边。你留一条，你看钉呐，那我看不严了。当奶茶你最奶混哦，奶茶你最奶混，哎呀。哎，你看这鱿鱼丝啦，这较贵，这鱿鱼条较贵啦，贵两百块。你要问，两百块两百，你要问吗？我问他，黑猫怎么收就是怎么收，运费。哎，较紧两百块，这两百块啊，鱿鱼条一对卖两百块，讲无啦，去好称看卖只，这对两百块称有变钱，只系两百咧，200块两百块，两百块两百块，我大啊，你食袂了买100块，100块100块咧，太多咧。来，我准备一个。今日有做包去无？喂啊！来，小弟来。你讲你买300啊？系啦。哎呀，咁紧咧，你个头前两包都少啦，这个玻璃啦，好不？好。来，买较济啊来。啊，100啦，100块，凊彩啦，100块。系啦。100啦，100块啦。一成。好啦，100只，100块，100块。好啦，这包啦。你无叫恁过客，我叫恁过客，我怎么客？那100啊，包啦。还100啦，100块100块了。你平拢无人来啊？对啊，够人来袂来100块，100块够下100。哎，这个100够下100块，100块。你平价开多少位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吼，来。谢谢你啊。哎。过来你在玩哦？那讯息有好多累积还没回。哎呀，六只来，200块，200块啊！一只、两只、三只来、四只来、五只来，这六只来，搁两百。我跟他聊过，三只、四只来，四只来。时间到就要关机了，不然你们会烦死。谢谢你啊！个人来卖200块，四只无接。我这边的讯息都回不完。五只来，这六只过来，最后搁接六只，200块。花仓搁下来，花仓200块。花仓过来200，现在200有无？200块，200块才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才7只，才7只都要400有无？有想要装买，我招一个。AB 打。有想要拢买无？遐拢去有人要买无？赶紧我招一个，你要不要？哈？太多了，你食一了了，你食一了到尾哦，食袂了卖买啊！这下骹有一寡较细只，才拢去接人着。300了，现在300块了。超贵啊，能挂超贵啊，哎呀，变高厉害不？变高来不啦？变高来啊！哎呀，这块你直接包你用下。哎，加酒落来，加酒落来，加酒落。
黄金一块拢五百钱，五块有人买啊？黄金一块五百钱，来加酒咯，加酒旁边。五百就比较贵。对呀，来多嘞。第二十五八，出这两第二啊五啥？出这两第二啊五哥，恁两个帅，出这两第两排，阿伯嘞，一十五八哦，第二五。你啥？加酒楼加多少？哎，这你有啥要吃？我问下，加酒楼落去来，这算排第二的，落去来这算单价排第二的，还是百斤百斤上油哩？这加多少？百斤上油，咱人做回来，做回来吃多，开刀爱食，开刀拢用这种金，这个加酒楼加多少？你叫加酒楼，一尾我抬了，我一尾叫一尾抬起开百二，两尾你是三尾三人，三百了。这波上来四只来，一两三是四只来，四只三百，现在三百块，三百块啊，两百了，两百块加多少？现在两百，五只来两百啦，一只来两只来三只来四只来，五只来两百块啦，现在两百块真的厉害啊！秋平好超强的，哇，秋平人又美又聪明，哎呦，难怪哦。上线站在旁边就一堆人问他，那是谁？那是谁？到底是谁啊？天哪，那是谁啊？我好想认识他。要认识他很简单啦哦。这都没开。记得带一本，带一本去他的彩券行，把它花光，他就认识你了。上线这就该走了。台历啊，是来三只来，这三只。你可以去问哈，去秋饼的彩券行，然后把它花光。四只来了，秋饼就会问说：“哎，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慢跑慢跑走。哎，这头这头顶小弟搁一个你啊，这四只来，四只来五只过来，五只过来两百了啦。谢谢你。谁啊？遐个谁？哎，这搁一个来你啊。四只来啦，五只过来两百好啦。那就好啊。喂，来，谢谢来。过来，等一下啦，我这落一个袂停车，落一个再两百，再两百好，两百好无？是。好人还不来？加住台，加住基隆的话，加住三家啦，加住基隆的话就在家里看就好了。两百块现在三家来，四家来，你五家过来两百块啦，两百块都现在两百，你买两百块，落雨两百块，落雨两百块两百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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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明天东兴市场不是我。两百块人来啊，谢谢来，后来找。明天在八卦山哦。什么时阵可以吃咖啡？谢谢来。哎，哎，过来。这家嘿，这家嘿，儿子最近真的有点夸张，好多人看。好来，等我一下，我这是客蟹啊，兄弟。什么大鲜？我们吃客蟹啊，买两百块，买两百啦。因哥要大买了，你买啊，这买两百买袂了。我今天都已经去了别的市场才看到你，你又不预告一下。你去哪个市场啦？建国。建国你去啊？我说我已经买过了啊。我买过了。看了你手痒啊。不能看了，不要手痒啊。看安尼，我算怎么跟你？一下，去啊，等你收收几钱先？没两百，一百了啦，来快一百块啊。是啊。那你要来讲？油啊油，你来行，你要快穿迄个身啦，对哦，要先洗过哦，甲弹落，弹落啊，弹落炒二十秒，紧甲糊起，用一块糊椒盐对啊。好，餐厅安尼煮哦，现在油啦，油开二啊五三百块啦，一百了啦，爱食个计，等于家己食，等于家己煮，等于家己煮一百块油啊，一百块一百块下来一百了，哎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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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块有够有啦，后边佫一百嘞，佮叫你来过啊，哎呀，还无够，真无够啦。对啊，很便宜，没错啊。这客家水要吃。一百块。我这样客家，一百块。后右方有亮点哦。带个炮，带个炮。你说有一个女生哦。这人家啊，人家好了，叫人家客我就票你啊，你就给他妈下头买好你啊，买好你来，来谢谢，拿给你妈快点。哎，我一百现在一百块，一百我客家，我现在一百了。一百块、一百块无啊，剩只我无啊，客气个啦。阿伯，搁一个，阿伯一个。哎。对啊，冷冻大概290，差不多。个人还不能，等一下再找我来。搁一百箱，一百块、一百块，
鸡鱼，搁啥？只台过来一百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外，一百，一百外啊，一百块，我来试试来，看到，来。我过全场客家拢来，有人食，也有啦。有啊，你爱无？拢来食，也有。难怪了啦。哎呦。来啦啦，难怪啊啦，我未讲有难怪啊。一包你先两件，现在买愈多愈少，本来就是安尼来，减少来要买来，先摕五百去。真济啊！啊，一百了来，一两三三三块，一百四块，你一百块，一百块而已，一百块。我一百只来，一二三四四盒来，一百块。四口过来一百块，还再过再一百块，还再过过来一百块，一百块一百块，四口过来一下一百了。你等你那个花钱无？不花，弄好你哦，调一百，你看偌济啦？三。点啊？点啊？过来海菜过下来一百块，一两啊三四啊来一百块了。你只要二五块了，无人爱哦，来一百了，一百块一百块，好来卖卖，谢谢来。谢谢。下回啊，我跟你讲，买多少不是重点哦。六条，拢起安尼啊，遐拢起六条啊。五包了，包一包未啦？那个我跟你讲，减收了，减收了，你不要讲减收了。买多少不是重点，你回家要处理，今天下才是重点。几百下，贵两百块够紧啦，两百块两百好啦。你过来要起价啊，不要紧，很会叫，很会叫。你松松紧紧，但轻松过哟。整块鸡腿肉头，龙王每天都削小。两百了，这台又来两百块，两百块都起来给两百了，这大队又来两百块，来头前来。鸡腿排骨下来两百块，这小鸡腿排骨下来两百，两百了，这队这大队来两百块，给队摆一队过来两百，这两百块。我明天看他。鸡腿排两百块。我明天再问他。两百块这台现在最好点个给两百块的，两百块人啊，两百块，两百了，来头前来，头前来，头前来，头前来。我将头过来了，不要摸它。动我移动我移动。对呀。安尼啦，我剩最后一箱安尼啦，我问一下，你若唔捌食过小家鸡，食不了啦，要买一百块、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好无？要去搜搜季节的，但气炸锅好食，来一百了，一百块，来加钱。来试试，你加排骨酱来一百块，但去季节的一百块来。杀鱼杀到手软，可以不要买鱼啊，买其他东西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好，这个杀鱼杀到手软的话，新达港的鱼拼盘也很恐怖。新达港的鱼拼盘很恐怖。如果要杀鱼杀到手软的话，可以买新达港王中网的鱼拼盘，买一次你杀一次，以后你杀什么鱼都杀什么鱼都很轻松。来，龙王不正。不然，只有跟我减收了，减收个问题。还有吗？那我直接收，直接个会丰收来。什么东西？你要？你能不能一百了？那我不会。我加奈是直播讲就好了，因为你加奈的时候，我在直播时候也不会看到。一百一百。不给电话。你在我脸书有一个粉丝团叫海鲜叫卖。我不能去。买了，今天买了一百块，一百块外。我不要价，大贵，基本全部都扣了。徐安卓说：“大鱼那么简单。”你买一百了，一百块就大贵公贵。对啊，台北、高雄都有来买，真的。一百，一百，哪来？一百块了，还一瓶两个了。那火咖小尾，火咖只大尾，一尾五十块了事啊！我来呀！来啦！你多少钱一包啊？有啊！哎呀，你叫我伊弄看。还够一百只，一包啦，来啦！好啦，再结账就该交啦，还一百啦，还五块，还够只，一百了，这两尾够一包，这两尾五块换只条无用诶，一百了，一百五。啊！无恁单一四，单一四卖三块一包诶！哎呀，恁这单一四差不多两点就死啊！
你能不能现在一百了？一直跳，一直跳。你能不能现在一百万？一百万，我过来了。你能不能一百万了？谢谢。江车，电起秋刀鱼哦，这不是秋刀鱼哦，这是江车，那个好像嘴巴的地方不一样。秋刀跟江车。哎，东海，来喽！哎，没有了，海里面很多了。海里面光。哎，老爸，现在这比较便宜。他老爸不爽了。他老爸不爽了。他老爸不爽了。三百人了，江苏现在三百块了。因为河没有啊，那个他都上线的人都在讲了。